哎，师兄，哎，师兄，按耐不住了。麻哥啊，这个猪有点渴了。他想喝水了。他想喝水了哦，太渴了哦。啊，专业人士来帮你指导一下。洗热水澡。麻哥，来参观一下你的豪宅。你哥在不？你帮我把这个搬到二楼去。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个搬到二楼去，这个太那个了。这里装修还可以嘛？就是这个地板楼梯间有点像你老板的。你写字可以吗？写字是这帮人谁写字可以？表妹写字可以。那个自电呀，你们自电呀，他那人的车。所以啦，你这个大厨嘛，你要指导一下嘛。做扣肉了。三块比两块的火啊。那个车，墙壁头。切芋头。看这个是谁哦？牙叔穿的皮鞋亮亮的都，他是准备去泡妞了的，叫他跟他去，啊，跟他一起去。No， 带你去吃大餐，哎呀，你不去了呢？你跟妈妈去吃大餐，去不去吃大餐？你们去去不去啊？明天我们就去吃大餐。嗯，明天再去啊。我们现在也去，我们去阿嫂上面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先，拜拜，拜拜先。也有，拜拜。你们去那边吃，我们去这边吃哦。那你去不去，阿姑？打包点回来不？行不？我不吃海鲜。打包点回来不？哈。打包点骨头。感谢客人。啊，那你们早点去吧，等下晚了都。我们也过去吃大餐了。哇，这是柚子啊，你看。这个酸的借的还挺多，你知道在路边只要没人吃的，你看他就跟小勇叔那个网红狗差不多了，借的好多，非酸即苦，来搞大餐了不？今天还是副餐，还是正席？哦，有扣肉吃的。彪哥，你的扣肉呢？扣肉在那边。哦，在那边。料子还在这里。还没烤好呢。烤上了。烤好了。扣完再出发。哎，不变的师傅。定了呗。有啊，我那边有啊，真的，相当棒啊！哎呀，我这个还没出丝，哎呦，这个扣子好不？你看，哇哦！哎呦，这边正宗的五，这一块都 OK， 一抓不完，可以抓两抓的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没有看的。哦，有这个扣子可以。在这边，卤的。有没有感觉在摸泥鳅的感觉？有点，这样子棒啊！啊，凡是逢喜事，这个彪哥的扣肉哦，把彪哥的芋头呢，多一个了吧？有没有多一个？哎呦，补上去了哦，香不？口水都流了。补上去了吗？搞多少碗呢？一万不快嘛？一笼有七碗，二十碗。20多碗，30碗。给他睡。芋头不放，芋头。哦哟，这个香哦。哎哥，是不是你做的？随你自己厨师。香哦，这个。好香哦。好香。上菜了，上菜了。可以，小勇叔煮的菜就是香。不要生气去。
还煮到生气的，这个搞干锅了，干锅巨好，巨能吃多哎。嗯，我们帮手再晚一点吃。嗯，可以，这个菜搞得可以。哎，你们四个包一桌啊？多好，我也过来蹭热闹算了。嗯，可以，今天搞的菜确实好吃。嗯，是不是大哥煮的？对呀，哎，我们老板，大哥火都没有。是丈母娘煮的。我可没有那么好的，哪有那么好手艺？二哥煮的，哎，你不是说搞豆腐包吗？还没上车，坐这里刚好吃饱了。你去夹一个来吃啊。哪里有豆腐包？没有豆腐包啊。有。那个蒸笼里面还没上，还没上来，明天的菜，可以，明天正常的菜，明天试一下。梁叔，你不搞两杯吗？搞饭，吃饭了，好，吃饭，今天。